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举行首场婚礼，花费750万日元。人民网东京9月28日电，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东方乐园28日在东京迪士尼乐园千叶县浦安市举办了首场婚礼。来自崎玉县的新郎新娘在迪士尼乐园的象征性建筑灰姑娘城堡内举行了结婚典礼。正午时分，灰姑娘城堡在新郎及众人的期待下，新娘乘车缓缓登场。参加婚礼的人们以及游客都为这对新人送上了祝福。婚宴就在附近的迪士尼乐园酒店举行。迪士尼乐园婚礼是今年开始销售的迪士尼皇室梦幻婚礼计划的一部分。婚礼最多可容纳50人，一天限定一对新人，包括婚宴费用为750万日元。另外还附赠为新郎新娘准备的迪士尼乐园酒店套房一晚50万日元，住宿以及迪士尼乐园一日内的入场券。婚礼预计每月举行1至2场。再见。